这次就是很开心来当这次那个艾比斯魔幻盛赛评审了哈。然后让我非常惊讶台湾的选手的程度已经非常非常的非常算非常的高了，然后所有的想法创意啊等等之类的，对，然后很荣幸跟你们是同业，很荣幸我也是个 bartender， 谢谢。